我现在马上开车都去找他，我的婆婆娘娘给我说了个妹儿对了哈，我的老汉儿提醒我千万莫跟他喝醉了耍，我们去了卡，我们背到耍，红围路显摆，我不用检测，要做啥子都看他眼色，我确实不晓得该啷个整，他不胖但是他非要减肥，我们说点潜力，我关注他，对他来说只是长个粉，哪个整，我不晓得哪个整，我不晓得哪个整了，哪个整，我不晓得哪个整。